小花曼泽兰因为生长快速，而且会攀附在其他植物上，造成植物死亡，引起生态浩劫。但您可能不知道，这项被称为世纪绿癌的植物也能变成可口蛋糕。台东县青营共创社会暨环境关怀协会在劳动部多元就业计划资助之下，就把小花曼泽兰研发成为蛋糕的原料，尝试利用吃的方式来解决日趋严重的外来种问题。民众拿起叉子将蛋糕送入口中，这看似平凡的浅绿色蛋糕竟然是利用有世纪绿癌之称的小花曼泽兰所制成的。而负责商品研发的人员表示，这是经过非常多次的研发后才得出来的成果，一直在去尝试，一直要去试验到底它的比例要多少，然后还有它的那个颜色色泽要怎样才会更漂亮这样子。有四季绿癌之称的小花曼泽兰入侵台湾，在废弃的果园、农田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让许多被报复的树木都因此而死亡，对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而林政单位每年都有启动移除计划，以每公斤5元的方式进行收购，鼓励社区居民主动移除。而社区人员也表示，虽然有进行移除，但时间一久还是会看到新冒出来的小花曼泽兰。没有整理的话，它很快的就整片都是。那我们有去定期去拉，每年定期去拉，那拉过之后，其实在第二年第三年它会又恢复原来的状况。对此社区人员也突发奇想，也开始研究将小花曼泽兰变成料理，改以吃的方式来进行移除，并取其汁液加入在地的池上米谷粉，做成人人都爱吃的蛋糕。我们就是在社区里面经由长老的一些访谈，发现说其实小花曼泽还有更多的功用，更多的它的一些效用在，然后发现说它是可以一个吃的一个东西这样，那我们就自己研发，然后萃取它的精力，然后把它做成蛋糕。台东青营共创协会也强调，成功研发小花曼泽兰蛋糕后将成为特殊的社区商品，虽然使用的小花曼泽兰数量不多，但未来也会持续秉持的多元开发的方式，研发出更多的料理，用吃的方式来解决这令人头疼的外来种问题。记者陈基麟，池上乡报道。